你而家听紧嘅咧系圆网台，我系生食食出新生同埋绿色心灵力量嘅主持周小祥。哎呀，呢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系www.healthshop.com.hk。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集的自然疗法与你。咁又系我啦，我系卡文，仲有身边的袁医生。袁医生你好。系卡文你好，网上听众你哋好。系啊，袁医生早排咧，有出电影上映啦，《蝙蝠侠》咁你都知啦。咁喺美国咧，亦都因为呢套电影有单新闻，就系咧，有个读紧博士学位嘅大学生啦，喺戏院里面咧持枪咧就杀咗十几人啦，亦都伤咗几十人。咁即系有啲报道就指啦，系咪我哋依家嘅电影或者游戏机令到啲小朋友即系咁偏激咧？咁袁医生你点睇咧？嗱，我哋睇到个出电影咧，都我谂相信咧都呢个新闻都好大单嘅，系咪？咁初初就话咧即系点解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出现咧？咁好多人唔知道咧，其实原来咧呢啲咁样嘅细路仔嗰啲暴力嘅行为啊，射杀其他嘅同学嗰啲行为，或者老师啊，或者甚至乎屋企嘅父母咧，喺美国嚟讲咧，原来系相当之多嘅。咁当然啦，我哋唔系话经常次次都发生，我都有机会听到啦。不过其实久唔久都有噶。系啊，但系你知唔知道几密啊？即系如果系即系嗰啲细路仔吓系伤害父母。我哋一般人都以为系，以为咁亦都有啲朋友讲咧，佢近十年嚟咧呢方面嘅情况系其实好越嚟越多嘅吓。嗱，我俾一个数据你咧，呢个我未睇呢个资料，我都唔知系咁严重嘅。咁讲喺美国啦吓，喺1977年到1986年之间，系喺美国嚟讲咧，一屋企嘅父母被杀咧，差唔多咧系每日都发生嘅事。哇，每日啊！你但系我哋好少见到噶喎，其实嗱，当然我哋报纸咧，香港而家个报纸新闻咧，其实咧都太多都系着重于都系多数嗰啲花边新闻啊，嗰啲八八卦卦啲啦。咁真正嘅世界大事咧，我觉得咧，同我哋以前吓，即系讲三四十年、二三十年前、三四十年前，我读紧中学嗰时候啦，系已经好唔同噶吓，已经好似咧，即系个着重力咧，都系嗰啲花边八卦新闻比较多，闹下人啊咁。咁同埋大部分都系好多啲无谓嗰啲，即系啲。广告啦，都唔吓，咁所以就呢方面咧，我哋即系听到咧，即系间中性听到啦。咁原来咧呢个问题咧系好，即系都相当之严重嘅吓。咁但系你头先话个数据系86系咪？即是，但系近年即系有统计，当时统计咧1977到1986之间吓，咁即系大概九年里边咧，差唔多每日咧。都有啲父母咧，系俾佢啲自己嘅屋企嗰啲仔女咧，系杀害啊！系咯，即系唔排除依家仲多可能啊，系有机会系啦。即系但系之下，我手上呢个资料就系讲呢个系一个系即系几大嘅问题嘅咁喺当地啦，即系我亦都有少少资料啦，譬如1996年啦，咁华盛顿州嘅有啲有关儿童嘅报告啦，咁佢话咧喺嗰一州系讲 State of Washington 啊，华盛顿州，咁喺西部嘅美国嘅西部加州上边嗰个啦，咁就佢就话咧，佢话差唔多咧，嗰一州里边140万嘅细路仔里边咧，差唔多有21%咧，都咧系曾经咧喺12岁之前咧。都被人咧係即係體內虐待過嘅，啊 physical abuse 過嘅，係啊幾即係幾比普遍嘅啦。咁同埋咧，差唔多一半嘅啲中學生咧都話咧，佢哋咧係毫無困難咧係可以買到槍械嘅。呢個係中學生啦，係咪？到 ninth grade 啦，ninth grade 即係香港嘅 form 幾啊？可
香港 Form Tree 咁样啦。咁佢哋都话咧，有十分之一咧，都话咧佢哋经常去去食烟嘅。好啦，咁到十八岁嗰时候咧，一半呢啲细路仔咧都话咧，佢哋咧系佢哋随时可以买到啲海洛因啊，同埋 LSD 啊，迷幻药嘅。嗯，咁当然啦，家庭嘅暴力嘅方面咧，都系喺近年嚟讲咧，喺过去嗰十年咧。就差不多咧，系增加咗成两倍嘅，啊，即系佢个细蚊仔啊，渴望晒啊嗰个刺杀啦，或者同枪有关嘅死亡咧，喺嗰啲年轻人里边咧，系即系双倍咗，啊，甚至系过去十年咧系三倍咗，啊，咁所以呢个问题咧系非常之严重嘅。咁大家有阵时都会觉得咧，系呢个会唔会我哋嘅管教唔好咧？即父母管教不好呢，咁你有睇到呢，或者係好多游戏机啊，色情电影啊嗰啲啦。咁喺嗱喺睇呢个我俾喺喺 Oregon 啊 ,Springfield, Oregon 一个细州啦， Springfield 更加一个细地方啦。咁其中有讲及呢，有一个15岁嘅中学生，咁呢佢呢就喺1998年呢就被控诉呢係四项嘅谋杀罪啦。咁佢就係1998年呢係殺咗佢個雙親啦，同埋呢殺咗佢喺學校嗰個飯堂裏面呢係用槍呢係射殺咗佢兩個同學嘅。咁呢個同學呢，這個學生呢，即係佢唔係話有啲咩嘅，即係嗰啲同黨呀，或者係因為某種嘅暴力嘅即係同僚嘅暴力呀，係導致佢呢啲嘅問題出現㗎啦。咁原来呢、这个学生嘅父母呢，两个呢都系教师先生嚟嘅。而且唔单止系教师先生呢，系好出名呢，系佢哋呢系好忠诚于呢系教导嗰啲年轻人嘅。咁当然啦，佢两个父母即系自己都教师啦，知道呢个仔系有问题嘅。咁亦一直呢就系好关注呢，系到处呢系寻找解决个方法嘅。咁但系呢，佢个仔呢可以话呢，就曾经咧就向佢嗰啲同嗰啲朋友咧就夸耀咧佢点样杀咗佢自己嘅屋企只猫啦，同埋咧又用炸药咧系将只牛咧系炸死嘅咁。咁佢啲资料边出嚟咧？喺互联网啦，咁佢亦都可以咧就可以即系攞到呢啲资料咧，系自己制造呢啲咁样嘅弹药嘅。好啦，喺当时事发嘅嗰一日咧，呢个后生仔咧就啱啱咧就俾学校咧就即系叫做咩咧？就是suspend 咗嘅。係。即係呢就因为呢发现呢，原来佢个 locker 里面呢有支手枪，係佢偷返嚟嘅手枪咁。咁当时呢有下呢就将佢送咗落嗰个警察局嗰度啦。咁呢就话佢呢喺学校个校园里面呢係即係拥有一支即係偷到嘅枪嘅咁。咁当时呢佢就叫佢父母嚟到囚佢翻去啦。咁当然啦，佢两个父母都上面所讲咧，根本系嗰间系一个两个都系教书先生嚟嘅。好啦，即晚当晚咧，佢就将佢个父母咧就枪杀咗嘅。咁跟住咧就去自己喺个森林里边过咗一晚。咁但系朝头早咧，佢就翻翻学校里边咧，嗰、那个食紧晏嘅嗰班学生嗰个饭堂里边咧，就开始就开枪。好啦，咁呢电视睇到咧，基本上咧就有，然后有好多人就，又杀死咗两位嘅。咁我哋都知道啦，我哋好多即系好多人都企图去了解点解发生呢啲事啊？点解咧？即系呢啲咁样嘅情况咁不断咁发生咧？咁即系可以话咧系嗰个发生率咧系成以倍数增长嘅。咁我亦都了解啦，现时嘅喺我哋嘅电视嘅媒介里面呢，喺差唔多一个十蚊仔，佢当佢到达18岁嗰个年龄呢，佢基本上呢喺电视上呢已经亲历係目睹过一万宗嘅谋杀嘅情景㗎。咁当然啦，亦都好多时候呢，佢哋嗰啲射枪嘅能力呢，好多时候咧喺嗰个网上或者嗰啲游戏机嗰度啦，机动游戏机度咧系玩嘅 ，OK？ 咁所以而家今时今日咧，即系有好多人都去企图咧，去即系了解啦，即系点解会而家呢啲细蚊仔啊，即系呢方面嘅问题咁严重咧？
咁到底即係即係点解会呢种情况会出现得咁严重啦，咁我哋都即係我哋唔好讲话即係香港当然啦槍械係唔係咁容易唔係咁容易下买得到啦。应该好难嘅係咪咁所以呢种槍殺嘅情况係比较上係少嘅。但係呢今时今日呢好多家长呢係面对自己啲細蚊仔嗰啲行为情绪上嘅问题呢可以咁讲呢係非常之普及嘅。好吃力管教大。咁好啦咁你自己卡文啦你作为然后自己都有个女啦。咁亦都有机会同即係接触到然后而家今时嗰啲小朋友啊或者其他啲家长啊即係喺屋企上遇到啲細蚊仔嗰啲行为问题啦。咁你觉得你自己知道多唔多呢即係呢类嘅问题。都多的如果计朋友的话那我就很好彩的我女儿很乖的都算的就没什么这些管教上的问题的但是譬如啲看身边朋友的小朋友他们的对抗性行为是几强烈的尤其即是我之前有接触过游戏治疗这些课程的嘛的那你会见到可能举例我的朋友我的仔仔同台吃饭吃一碗饭可能都要离开张台几十次的或者含住蛋饭周围走啊撞嚟撞去啊即係你叫坐一分钟定定地档都好难嘅。譬如爸爸妈妈叫佢做一啲嘢即係希望佢服从呢係相当困难嘅。佢会不断同你搞对抗啊坐一分钟都觉得咁长嘅十秒佢话我已经一分钟咗啦。係啦即係是令到你生活好即是好多细节嘢是好唔畅顺啊变到屋企好唔和谐囉你諗下咪成日同家长对抗咁样。是啊咁呢个其实系几普遍啦亦都可以可唔可以解释到呢即是香港嘅今时今日呢香港嘅人口嘅出生率呢系全世界最低嘅你知唔知低到几多唔知道。每个女性呢大概 1.3 嘅。咁即係通常呢如果我哋要人口即係维持人口啦咁起码要每个女性呢应该系生两位啦一男人生唔到啦咁所以系应该生两位啦咁但係香港系 1.3 嘅咁所以你睇到呢系好即係香港嘅出生率呢下降系非常之中全世界最低嘅咁亦都有人即係有啲人都会睇到啦即係今时今日呢即係管教細蚊仔啊养細蚊仔一方面贵啦咁其实背后呢好多而家小朋友呢出现好多情绪嘅问题即係唔单止行为嘅问题同埋情绪嘅问题。咁喺现时嘅即係心理学啦好多呢方面嘅新嘅名堂啦係咪大家有机会都听到啦咁有啲叫做ADHD 啦是啊是啊。ADHD 呢就是说呢是那个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e Disorder。是。那就是说呢他那个专注力不足啦同埋呢是过度活跃。那这个一个经常都容易都很容易看到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那些焦虑啦那些 Anxiety Disorder 啦。那很多啲小朋友呢都开始呢就有很多即是解释唔到个焦虑是啊你讲起焦虑我想起个仲极端嘅个案。是。我女女喺二年级嗰年返嚟话俾我听啊佢有个同学啊上下堂走出课室啊。咁佢哋课室出面咪有啲矮矮地嘅栏杆或者啲半围墙咁嘅。佢竟然爬上去坐喺度啊。佢话佢觉得生活好困扰好焦虑想跳楼咁样。即係二年级嘅仔仔会咁样。咁即係佢有焦虑同埋有情绪嘅低落嘅问题喎。是啊跟住有个外籍老师冲佢背脊箍返佢返嚟佢本身准备跳落去㗎啦。是啊。咁你都睇到啦咁仲有啲即係有啲情绪啦即係曾经说过啦我叫 mood disorder, 加上 anxiety, 即係个焦虑呢加上嗰个情绪嗰方面啦情绪即係抑郁啊情绪啊咁样。咁好可能呢就係可能屋企或者学校里面呢即係有啲不安啊或者唔稳定啊或者不明确嘅因素啦导致呢个细蚊仔啦。咁当然呢仲有啲系学习方面啦係咪 ?learning disorder 啦同埋呢沟通方面啦 ,communication disorder 啦。咁即係个细蚊仔呢系根本冇认知能力呢系去了解到底学校老师即係叫佢做啲咩嘢。咁佢根本系跟唔到嘅。咁亦都往往呢佢可能呢系啱啱用相反嘅即係做乜都好呢以相反嘅行为做出嚟嘅。好啦。咁仲有一种呢就叫做
即系行为啦 ，conduct disorder 啦、啊、即系而家就直情有一个医学上咧就已经俾个名佢哋噶啦，叫做 conduct disorder。咁即系当然啦，咩叫做 conduct disorder 咧？咩嘅行为方面咧？其实可能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咧，都比较可能会曳啲啦，系咪？咁、可能会导致一啲，原来今时今日咧就会俾个标签你噶啦。好啦，咁到底系即系点解而家？好多呢类嘅情况出现咗呢，咁到底咩嘅原因呢，即係咩嘅細路仔咩嘅后生嘅人呢係会出现呢啲问题呢？好啦，咁因素有几类啦，咁仲有一个可能性呢，我哋叫做 biological factor， 即係因为係嗰、那个新嗰、那个心理上嘅因素啦。咁即係如果佢父母下家庭嘅父母呢都曾经有出现过呢类嘅嗰、那个 ADHD 嘅问题啦，或者呢我叫做 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即係对抗性嘅挑剔性，係咪挑人性嘅毛病，咁即係专门同你搞对抗，专门同你搞挑人嘅，咁我哋呢叫做而家嘅新嘅名叫做 OTD 啦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啦，咁或者行为嘅问题，即係如果屋企记唔到嘅啲名开始係咪而家好多名㗎啦，我哋上我哋上一次同你哋讨论有一个新嘅嗰个纪录片啦，叫做 Marketing of Madness， Are We All Insane？ 咁呢个纪录片亦都开始睇到啦，我哋喺个精神科嘅个学界里面呢，係不断呢係将我哋好多我哋人类嘅一般性的行为呢都当为一种疾病来推动。下手啊协场那些都是。是啦。咁好啦，咁即係如果係屋企父母呢係有即係都有出现过呢啲问题啊，情绪嘅问题啊，或者狂躁症啊，或者抑郁症啊，咁样呢亦都会有嘅。咁或者 父母呢曾经呢係可能控酒啦，或者可能呢吸毒药啦，咁亦都会有导致呢个可能性嘅。咁亦都有时候呢真係脑部真係有啲受损。好啦。咁我哋过去呢一直都有种讲法啦，即係 ODD 呢啲咁样嘅对抗嘅挑引嘅毛病呢，係会唔会同我哋嘅脑袋里面有种叫做脑袋传递嘅物质有关呢，咁样。咁我哋叫 neurotransmitter。咁呢啲脑袋嘅传递嘅物质呢，係帮助我哋嘅脑嘅细胞呢係互相沟通嘅。咁如果呢啲咁样嘅化学物质咧系唔平衡嘅时候咧，或者即系嗰个运作得唔正常咧，咁好可能咧就会放出一啲古怪嘅信息咧，系出现呢啲我哋叫做就 ODD 啊，或者其他啲精神嗰啲问题嘅。嗱，好啦，咁我哋喺上一次我哋嗰、那个讨论嗰个 Marketing of Madness 嗰、那个影碟。嗰、那個影碟裏面啦，咁佢呢個影碟其實好詳盡咧，都講出嚟咧，根本咧呢啲咁樣嘅化學物質不平衡咧，係根本係完全咧係冇科學根據嘅，即係話咧，你話啲細蚊仔可能有化學物質或者出現問題啦，咁你話咁你咁去化驗啦，咁樣係化驗唔到嘅，咁即係話咧係一個假設係咁講啦，咁但其實咧係完全咧係冇科學上咧係證實嘅，有呢樣嘢存在，咁同埋咧你係根本驗唔到嘅，即係好似話即係。一个空谈嘅假设嚟嘅啫，咁所以咧，好啦，咁仲有一个情况可能会导致呢啲嘅行为嘅问题可能出现得多啲啦，就系嗰个妈妈咧喺怀孕期间食烟啦，或者系过去咧系曾经咧系暴露于嗰啲所谓接触过好多啲毒素啦，呢、這个啦，咁当然营养不良都系一个好紧要嘅因素嘅吓，咁呢个就系我哋头先所讲嘅。生理 biological factors， 咁当然亦都有啲系心理上吓，即系 psychological 嘅因素啦。咁即系可能喺过去咧同父母或者某一方面咧嗰、那个关系唔好啦。咁呢个都好难讲嘅，因为佢有问题先可能关系唔好嘅啫，系咪？系即系鸡蛋或者鸡还鸡蛋都好难讲啦。咁亦都可能咧。就有个父母咧系疏忽照顾佢啦，或者根本就系父母都冇存在嘅，咁呢个咧亦都系导致佢哋咧就系、是、出现呢、這个嗰、那个问题嘅。咁当然咧亦都喺社交上啦自己出现问题。咁所以但系呢个系
是个出现问题，因为他的成因导致他有情绪上的问题呢，或者他可能因为情绪上的问题呢是导致他社交 的关系出现问题啦。嗯，所以什么因是果呢，这个很难，都不是很难讲的，是不是？所以这些这因素。好啦，还有一个当然是一个可以叫 social factors， 那个社会 的因素啦，譬如他是穷，即是穷困啦，是一个 poverty 啦，或者屋企那个环境是很混乱啦，或者呢曾经呢是有 被忽略啊，或者是被虐待 的经历啦，咁亦都可能呢就屋企呢是冇乜管教，冇乜人睇佢哋啦，咁或者可能呢管教个方面呢就係唔得可以叫 consistent， 即係 inconsistent， 即係话呢就係即係係咁一家咁样咁，即係细蚊仔呢无所适从咁样嘅，咁亦都有时候呢屋企嘅家庭呢係唔稳定啦，譬如出现咗嗰、那个即係离婚啊，或者可能呢係频呢就要搬家啊，呢啲咁样嘅嘢嘅。咁好啦，咁呢个呢就係即係喺现代嘅即係心理学家呢企图解释即係点解会出现呢啲咁样嘅问题啦。好啦。但係呢啲解释我几乎中晒喎。係啦，咁但係你又。冇事喎。当然冇事啦。即係我成日都觉得呢即係呢啲解释呢係唔足以解释到呢个问题嘅。咁好似奥巴马係咪，有时我觉得你奥巴马嗰、那个佢嗰个背景下家庭背景其实都系几忽略嘅，系咪？咁、但系佢即系几好啊！咁所以我有阵时都觉得咧，即系呢啲咁样嘅因素咧，系咪真系个真正嘅因素咧？咁好啦，咁我试下睇下啦。即系我哋上次都讲啦，而家今时今日咧，即系好多啲精神科医生咧，就帮你扣帽子吓，即系话你系有乜乜乜嘅病。咁我曾经所讲啦，我就话。ODD 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咁、即係有种即係抗拒，即係对抗性嘅挑衅嘅行为嘅毛病啦。咁我哋点样去即係点样去定佢呢，咁样点係作呢、這个嘅作出呢个诊断呢，咁通常呢就如果係你有一种好负面嘅或者好敌对嘅或者係好抗拒嘅行为呢，係持续咗起码六个月之上。嗯 ,ok? 咁喺呢段时间呢以下的情况出现，以下即是起码即是或者四种或者以上，他讲八种的。那什么情况呢，大家听一下。第一经常呢就是发脾气。第一。第二呢就是经常呢跟成年人呢就生吵argue,ok?、Okay? 第三呢就很多时候呢就是即是屋企成年人要求佢做嘅嘢呢，佢就係唔服从、或者呢係故意呢係拒绝。咁呢个讲经常下。咁仲有呢第四呢係经常嘅故意呢係即係整嬲人哋啦 ,annoy 人哋啦，呢啲下即係搞啲行为啦。好啦，第五呢就经常呢将自己嘅行为嘅问题啦，或者自己犯嘅错事呢，就係呢係怪责别人，即係唔关我事嘅，係其他人嘅啫。咁好啦，第六呢通常呢就係好敏感啦，即係好容易俾人整嬲啦，係咪？咁第七啦，就通常呢係发嬲呢，同埋呢係即係 resentful 啦，即係点讲呢，好唔开心啊，好不肖呢种咁样嘅情绪啦。咁同埋呢第八呢就係、是、我哋就係好有即係有种报复嘅心态啦，嘅spiteful 啊。咁好啦，咁如果你有，我听完呢喺度笑呢係想讲呢好多成人都有喎。係啦。咁所以呢如果用呢种咁样嘅呢，就俾人呢就话你幻想咗一种叫做 ODD 呢个问题呢，咁我相信呢呢个地球上里面呢，其实相信好多人都有。好多都会有嘅。咁好啦，咁首先呢我哋上一次呢咪同大家分享呢个 Market of Madness 呢，佢亦都有啲片段嘅。佢根本上呢如果係用而家今时今日呢，而家我哋开嘅精神科嘅药物里面呢，係足够呢全球人类呢係一半嘅人类咁采用嘅。係囉，咁即係亦都有一半。咁亦都有一种讲法呢，就好啦，咁基本上呢就係、是、一半人呢都喺佢个一生里面呢都曾经有段时间呢可以被认为呢係患有精神科嘅病啦。
好啦，咁喺我哋头先所讲个八类嘅行为啦，咁其实可以咁讲咧，系即系几普通嘅，几普通嘅行为嚟嘅啫吓。咁原来咧，男同埋女之间咧，系出现呢啲所谓叫 ODD 咧，都有啲唔同嘅。如果女仔出现 ODD 咧，通常咧佢哋系用言语之间多个行动咧，系即系表达佢呢啲咁嘅侵略性嘅行为嘅。咁同埋咧，可能系一种即系间接嘅方法嘅。咁如果女仔吓有呢个所谓 ODD 咧，系通常咧佢就会讲大话啦，同埋咧就唔合作嘅。而男仔咧，男童咧有啲问题咧，通常咧佢就会发火啦，同埋咧同大人咧系同喺即系同你哋即系争吵嘅咁。咁当然咧，出现呢啲问题嘅人咧。好明显咧，系佢嗰个即系同学之间啊，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同埋学校嗰个学业嗰方面咧，肯定会影响到嘅。咁因为好多时候咧，发现咧，即系呢啲小朋友咧，或者啲人，佢其实佢嗰个智力系冇乜问题嘅，但系咧好多时候咧喺学校啦，就会即系学业咧系会差啦，甚至乎咧就系会肥佬咁样样嘅。咁所以即系呢个问题咧，其实都系需要即系正视，同埋我哋要谂下，即系到底我哋点样去。应该是怎样处理它呢？咁好啦，我哋呢节暂时就倾到呢度为止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过。我哋平时饮嘅水都充满咗重金属、杂质、氯气同埋细菌，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除咗可以清除以上嘅杂质之外，仲可以活化水中嘅信息。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之源，健康之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大家好，欢迎各位翻嚟第二节嘅自然疗法与你啦。咁好啦，头先同阿袁医生就倾咗唔少有关于啲对抗性行为嘅资料啦。咁袁医生，其实你觉得关唔关我哋做父母管教嘅事呢？我相信咧，今时今日嘅啲父母咧，同我哋上一代咧，其实已经好多，即系某程度上啦，即系好多好多噶啦，系咪？我细个嗰阵时候，好多啲父母咧都系忙于出边揾食啊，咁细蚊仔都系自己即系几个兄弟啦，通常都比较大家庭啲嘅，咁但系自己搞掂自己咯，自己去玩咯，自己去山头做啦。咁我哋细个嗰时候都系中意去行下山啊，捉蝌蚪啊，捉金丝猫啊，即系自己玩嘅。咁父母好少话有啲咩咁嘅心理辅导啊，可以讲真嚟讲咧系冇乜噶啦，系咪？总之佢哋就系供养到你，俾有得食有得住咁样样，舒舒服服。咁你话心理嗰方面嘅处理点啊？细蚊仔其实都我相信唔多，系近年嚟啦，特别多啦吓，即系我自己都去上过好多呢啲咁嘅 course 啦，叫 parenting 啦，系咪？点样做一个好嘅父母啦？咁好啦，咁我哋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啦，即系如果遇到呢啲咁嘅细蚊仔啦，咁大家可以自己先试下做呢样嘢。你未必做咗，可能你可能你都未做啦，系嘛？如果你大家未试过咧，就不妨试下咧。一般专家咧系点会教我哋吓？点样去做咧？咁好啦，作为一个父母咧，对付我哋嘅小朋友咧，我通常咧系采取咩态度咧？第一，当作呢个小朋友咧系你个朋友啦，唔系净系你系大晒你个父，你系佢老豆，你系佢妈妈咁样样，又一定要咧佢就绝对服从你咯。其实有时咧都要佢当佢一种，即系你系当佢一个朋友嚟到看待嘅。咁、我自己妹妹咧就成日咧都俾人哋话佢咧，就对佢两个女咧都系成日咧就系好。即系好惊佢哋得罪佢哋嘅，好惊令到佢哋唔开心嘅。咁真系咧，当佢哋朋友多，当佢妈咪要做乜，坐尾叫佢好大声，或者好有压力之下叫佢做嘢嘅咁。咁两个女咧都完全唔同嘅，即系一个咧就系、是、读书好叻嘅，咁而家就读紧博士噶啦，咁亦都可能会读埋医咁。咁一个女咧就系、是、差唔多系个社交上好叻嘅，咁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咧，一个家庭里边咧，同一个环境，同一个父母啊，走出嚟嘅细蚊仔咧，可以完全都会唔同嘅，系咪？即系完全都系性格上完全唔同嘅。咁所以有阵时候咧，你有阵时候咧，可能系一个天生嘅因素嚟嘅。好啦，咁我哋对处而家新嘅吓教父母嘅方法咧，就叫你即系唔好要当嗰个小朋友系当一个朋友啦。咁第二咧就系、是、通常咧，你遇到嗰啲细蚊仔嗰啲行为上嘅问题咧，第一件事咧就千祈咧就唔好自己发嬲，系咪？唔好同佢斗拗咁样样，斗大声拗咁样样。咁第三咧，你自己嘅表达自己咧系经常要清晰咧。
同埋要係貫徹始終，即係唔好即係有時係咁，有時係咁，令到細蚊仔咧係無以適從。OK， 咁仲有咧就係、是。第四咧就有時細蚊仔會鬧你啊，你係全世界最衰嘅爸爸啊，你個最冇癮嘅媽咪啊咁樣，咁亦都唔好即係唔好叫 take personally 啦，啊即係唔好即係點講咧，即係唔好自己記掛啦嚇，其實細蚊仔有時會噏嘅嚇。咁第五咧就 be firm and assertive 啦，即係話咧你自己要好，即係好咩咧，好清晰咧要坚持讲出你需要讲嘅嘢，即系唔好咧系三心两意，或者咧系讲出嚟个信息咧系唔得结实啦吓，可以咁解释啦吓。咁仲有咧第六咧，就喺我哋始终咧屋企里边咧，家庭啊，即系大家出去日常嘅生活啦、饮食嘅时间啊，都最好咧就有少少规律，有少少规律性噶。咁呢个就一般系即系教我哋咧系教细蚊仔噶吓。咁我自己咧，亦都有个识得一个朋友咧，咁佢一个女咧，又系哇，即系好聪明嘅，好聪明嘅。但佢知道咧，聪明得嚟咧，其实有阵时候咧，都几难处理嘅、都好即系知道咧，即系取得上嘅问题啦。但系精嘅细路仔咧，有精嘅问题嘅。如果佢同你即系搞抗衡嘅话，咁佢我记得咧，佢就同我讲咧，佢话佢点样处理咗呢个女咧，咁佢同佢讲咧，佢话其实咧，如果你唔紧要噶，喺我哋嘅社会上咧，小朋友咧系有权利选择佢父母嘅，选择你系妈咪嘅咁样样。咁如果你觉得你个妈咪唔好咧，其实咧你系可以咧系喺你个同学里边咧系揾一个咧系你认为咧系可以成为你妈咪嘅咁叫个小朋友咧就自己去揾。好啦，咁呢个小朋友咧讲得几岁嘅啫，六岁七岁咁样啦，咁啊真系开始留意佢啲同学嗰啲妈咪啦。咁最后咧。有时候去佢即系同学嗰度过夜啦，去瞓觉啦，去食嘢啦，咁佢发现咧，原来咧好多同学嘅妈咪咧系另外仲有一面嘅，左边嘅佢未有机会睇得到嘅。咁、okay、最后咧，佢就作出个决定咧，就妈咪，我都觉得咧系你系最好噶啦，啊，即系我都唔需要换啦，都唔需要拣啦，咁样样。咁佢咁妈咪就同佢讲：好啦，嗱，你既然系咁咧，嗱，大家然后即系大家有个协定啦，系咪？即系你以后就揸妈咪就会咁。就会咁样啦，咁其实咧，佢管教呢个女咧，喺某个程度上咧，其实我觉得都几严嘅，甚至有阵时候咧就会打添嘅，体罚嘅，咁样佢真系唔听话嗰阵时候咧，会打佢嘅咁，咁所以呢种方法咧，你话系好与唔好咧？嗱，当然啦，我哋现代嘅做法咧，就细蚊仔唔应该打啦，唔应该用体罚啦。咁但系我哋觉得咧，我哋始终咧，我哋童年嗰时候咧，细蚊仔攞妈咪攞鸡毛扫打，或者攞间尺藤即系藤条。追打細路仔咧，其實都係幾兇幾怪。好碎料啊！咁卡文咧，我亦都聽過你，即係你自己童年個情況，我都聽過下咧。即係有時我聽起嚟，我都覺得哇，不可思議，咁都可能發生嘅咁。係啊，你介唔介意同大家分享一下？哇，一匹布咁長，講啲精警啲啦，係嘛？我六七歲前都跟婆婆大嘅，就好平安嘅。咁大有七八岁就跟翻妈咪，咁屋企家庭环境唔系几好啊，即系爸爸又识咗第二个女朋友咁样啦吓，所以妈咪精神都几紧张嘅，睇我读书好严噶，我默书冇一百分就要俾人打噶啦，有一百分咧，啲字如果写得唔靓都要打噶 ，OK， 咁嗰啲打就唔系你头先讲嗰啲咩鸡毛扫啊，你间尺拍下手咁啊，拍下 pat pat 咁，系用嗰啲。我哋执柴噶，煮穿油啦，用柴嚟打嘅，或者一条全身嘅鸡毛扫打完一次啫。嗰条鸡毛扫系粉碎啊，即系净开严重开叉，唔系普通开叉吓，系一开二三十嗰啲咧，系、啊、我系全身会打到见血噶。我试过有次到依家都记得，系一二年级啦，考试温习到夜晚十二点到啦，我妈咪系会将一个寸半厚嗰啲双层笔盒啊，我哋个年代应该好多人都知道，飞落我额头到依家都仲有笪拉喺度噶，跟住啲血噔噔声滴晒落台面，或者我妈咪有咗 B B 嗰阵咧，我八岁啊嗰年，系会用锁。狗嗰啲铁链，哇！锁住我喺屋企，我做功课佢咗打麻雀咁啊！嗰条链就紧紧夹你下厕所嘅啫，我将写字台就系放喺厕所出面，即系我系过啲咁嘅生活噶，直至我十三四岁，即系天天如是噶。我翻屋企揿钟系日日都心惊胆跳噶，
我基本上冇乜边人俾人打或者隔日俾人打噶，系好啦，咁跟住咧，用火辣手板嗰啲咯。哇，嗱呢个简直咧，如果今时今日咧，你妈咪可能咧已经即系俾坐，可能已经俾人告咗啦。唔系，以前我妈咪都俾人告过啦，告咗两次噶。哇，即系有虐待小朋友啊？系啊，虐待小朋友俾隔日两次告啦。哦，但系差人要问我告唔告佢噶嘛？系系，我拣咗唔告啦，梗系。系，即系你即系即系，其实咁多年嚟咧，你都系经历呢种咁样嘅。咁样环境长大啦，系咪？咁、啊啊、结果咧，我发现咧，你对嗱，即系你个女咧，同你嘅关系非常之好嘅，系咪？系啊，好好。咁你亦都冇用，即系冇用施展呢啲，即系可能你自己有呢个经验啦。咁所以你知道咧，系应该唔好用呢种方法啦。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啊、所以你教女啊，自己自嘅即系凑女咧。我系因为我女出世之后，我特登去读儿童心理学同游戏治疗嗰啲噶。系系啊，咁嗱，其他嗱呢个咧系一般嘅，即系家长咧，其实真系自己可以做到啊。即系如果你遇到呢啲咁嘅问题咧，不妨咧去出边咧，系有机会咧系学下啦。咁汤姆有关嘅书籍非常之多吓、啊，即系我自己嘅仔成长里边咧，我亦都买过好多好多呢啲书。系，我都系睇好多。咁我亦都我几中我都睇嘅吓，但系就好好彩啦吓，即系我自己嘅仔咧，即系差唔多咧，真系简直一个即系点讲咧系。是一个祝福嚟嘅吓，即系乖到离谱嘅。到时到后咧，乜嘢嘢咧都会自动波咧，就会即系会做到出嚟嘅。啊，譬如自己potty train 咁，到时到后咧，佢自己识做嘅。啊，选手指选到咁上，佢自己会停嘅。即系所有啲嘢咧，都系即系一个好即系系人见人爱嘅吓。我哋每次去出去旅行咧，佢都成为咧成个团队里边咧系嗰个注目嘅中心嚟嘅，因为佢好乖。好开心，从来冇飞机上喊，我从来都未听佢。啊，我女系冇喺飞机喊噶，咁即系冇扭计。其实咧，我哋有我哋嘅处理嘅小朋友嘅方法啦。咁、啊、当然咧，我哋嘅方法咧就系、是、包括咧就系、是、千祈咧就冇同细蚊仔咧乱咁打呢啲防疫针。OK， 咁呢个防疫针咧系我都同大家讲过好多次啦。咁已经好多方面都开始咧系指陈出啦。其实而家点解咁多自闭症嘅细路仔咧？点解咁多啲学习难题出现嘅问题咧？好、嗯、多呢啲咁嘅暴力咧，其实咧好多情况咧都系同我哋嘅细蚊仔即系打呢啲嗰个所谓嗰啲免疫针有关嘅。咁呢本书籍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咧，我都同大家即系介绍呢本书咧，就系、是、嗰、那个系Harris Coulter， Harris Coulter Coulter。Harris Coulter 咧就佢系一位哥伦比亚大学嘅博士，咁佢博士嗰时候咧，佢就攞咗一个博士嗰个论文咧，系讲咩咧？系讲嗰个医学历史嘅。咁、嗯、其实哥伦比亚大学咧当时系冇呢一科嘅，冇呢个专，即系冇呢个咁样嘅，佢自己即系夹硬即系做出嚟啦，开出一个咧咁。咁佢就喺嗰本书，佢写咗好多呢方面嘅书籍啦，包括好多关于同类疗法啦，同埋当时嘅西医对抗疗法咧，嗰啲斗争嘅历史啦。咁佢仲有一本书咧，就系讲嗰个疫苗注射嘅，咁叫做咧，嗰本书咧就叫做Vaccination Social Violence Assault on the American Brain 啊，即系嗰个打针啦，社会个暴力啦。同埋咧，係細蚊仔，美國細蚊仔咧個腦袋咧係點樣俾人嚟侵犯，俾疫苗侵犯？咁嗰本書咧，其實背後有成數以過百嘅科學嘅文獻咧，係清晰地指出嚟咧，其實而家好多啲細蚊仔嘅行為咧，係同我哋嗰個童年 B B 仔打好多呢啲咁嘅疫苗注射咧，係導致佢腦部受損嘅。咁、自閉症咧係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啦，我同大家都分享過啦。美國有啲 Amish、Armenian 嗰啲民咧，嗰啲人咧係佢哋着黑衫啦，開馬車啦，唔用現代嗰啲家具啊、電器啊，唔用嗰啲車輛啦。咁佢哋係仲有一樣嘢，佢哋習慣上咧係唔打針嘅。咁佢啲細蚊仔咧係根本係嗰個自閉症咧係根本係冇嘅。系，根本系完全系冇嘅。咁当时佢有做个调查咧，咁有三个啦，咁其中一个系收养啦，系中国大陆收养啦，咁肯定系打针噶啦。咁、仲有其他咧，就都唔知道当时有冇打针噶啦。咁可以睇到咧，即系起码咧系唔打针嘅 Amish 嘅人里边咧，系细蚊仔系根本就系唔会见到呢啲咁样嘅那个自闭症嘅。好啦，或者 Asperger syndrome 咁样样。好啦，咁。
当然啦，自闭症是一个好明显的问题啦。咁但系相关嘅其他问题就我曾经所讲啦，啊嗰、那个 ADHD 啦，啊嗰、那个焦虑嘅问题啦，那个情绪低落啊，啊同埋咧学习嘅能力啊，沟通能力咧，同埋简单嚟讲行为嘅问题啦、啊。好啦，咁我上一次同大家分享过嘅时候咧，就讲出即系、就是、介绍过啊好多次啦，就系、是、有一个新嘅 documentary 啦，个纪录片咧就系、是、讲出嗰、那个。嗰、那個現時嘅醫療咧，現時嘅精神科咧，係基本上咧係不斷咧係製造嗰啲新嘅精神病，咁從而咧係推銷佢啲精神科嘅藥。但精神科嘅藥咧係本身有好嚴重嘅副作用嘅。咁其中一樣嘢咧，好多細蚊仔咧食咗啲藥之後咧，唔單止佢嗰個成長嗰個能力同埋佢學習能力咧，佢腦袋咧其實咧係抑制咗啦。咁、仲有一個問題咧，好多細蚊仔咧，因為食新呢啲藥之後咧，係出現咧係暴力同埋自我自殘嘅，即係自殺嘅。咁、其中有一個呢餅帶裏邊咧，講咗一個數據咧，原來食抗抑鬱藥嘅人咧，佢個自殺嗰個危機咧係增加65倍啊！咁啊，袁医生，你啱啱先就即系讲起啊，譬如西药咧，对呢啲情绪问题影响咪好大，即系好多副作用咁样嘅。咁另外，我接触游戏治疗嘅时候，亦都会提醒我哋，譬如啊，唔好食用咁多色素啊、糖分啦、啊，俾小朋友好影响佢哋嘅情绪啦。咁如果系咁，除咗呢啲即系西药，我哋又唔选用得嘅咁多副作用嘅，系咪先？食唔食色素同糖帮补都好少噶嘛，系咪？咁喺同类疗法有冇啲咩疗剂会帮助到呢啲啊对抗性行为嘅小朋友？即系咧，我自己都有行医到成都20几30年啦，咁我亦都处理过好多呢类嘅问题啦。咁你大家你都知道我嘅背景啦，我有中医背景啦，有脊骨神经科啦，有自然疗法咧，有其实我系专同嘅疗法啦。系啦。咁喺咁多种医疗嘅。方法咧，我亦都睇過好，即係都相當多呢類嘅啊嘅個案嘅細路仔啦。咁我覺得咧，係咁多種醫療咧，係同類療法咧，係應該係最有效嘅。咁好啦，咁你頭先問啊，即係到底同類療法幫唔幫到你啊？即係呢類嘅小朋友咧？嗱、我同大家咧介紹一本書，呢本書咧都係都幾新下嘅，喺2003年啦嚇，2003年出嘅。咁係呢本書咧叫做Rage Free Kids。Rage Free Kids 就 Homeopathic Medicine for Defiant, Aggressive and Violent Children。 咁即係話呢，即係話呢係即係從嗰個憤怒中嘅釋放出嚟嘅孩子啦，或者沒有憤怒嘅孩子。咁其實佢呢度呢係講呢位呢兩位自然療法醫生嚟嘅。咁Judith Reckenberg Omen啊，同埋佢嗰個佢個老公 Robert Omen 啦，咁呢兩位咧就寫咗都好多呢方面嘅書籍，因為咧佢哋除咗係一位自然療法醫生啦，專同嘅療法啦，佢哋其實咧都有受過喺嗰個好多啲所謂個心理學啊嗰方面嘅特別嘅訓練噶啦。好啦，咁佢呢本書佢哋咧又係可以咁講咧，有過3000宗嘅經驗。嚟到處理呢類嘅我曾經所講述嘅呢類嘅問題啦。咁佢就所以咧。佢哋就喺呢本書咧，係綜合咧佢個經驗咧，同埋係講解啦，即係佢點樣用同嘅療法啦，去點樣去醫治呢啲小朋友咯。咁好啦，咁你話你問啊，即係到底同療法幫唔幫到咧？咁好啦，咁呢兩位醫生咧，就係3000宗嘅個案裏面咧，佢基本上咧佢個成功率咧係有成70% 嘅，即係話如果。你接受治疗咧，唔好短过一年，系就你唔好做下就走咗咁样啦，系嘛？即系如果佢哋话咧，如果啲人咧系能够坚持咧，系用同类疗法去处理呢类嘅问题咧，系唔好即系唔好一年之内咧，起码有70% 啲细蚊仔咧系可以改善得到，可以帮得到嘅。咁当然啦，如果真系咧系，如果大家系有耐性啦。持续继续落去咧，嗰、那个成功率系更加高嘅，好啦，好啦，咁通常嚟讲咧，做呢一类嘅同类疗法嘅人咧，即系做得好咧，其实我都讲过啦，好嘅同类疗法医生咧系比较上咧比较少嘅，同类疗法咧都系属于一种即系易学难精嘅，咁有时啲坊间咧亦都睇到有啲人咧就话即系免费啊，唔使收诊金啊，咁我都听过下嘅，咁即系大家要自己谂下啦吓，即系同类疗法一个。唔系咁简单嘅医疗啦，咁如果系你好好彩吓，揾到一啲好嘅同类疗法医生咧，咁你嗰个成功嘅机会系大好多嘅。好啦，
咁我点知道呢，即係嗰个医生系做得好唔好呢？咁基本上呢，你可以睇到呢，喺同我疗法喺处理呢啲咁样嘅个案里面啦，即係唔系一般嗰啲伤风感冒啊、跌身啊、刀伤啊、烧身呢啲，嗰啲就好快嘅啫。咁但呢，如果系处理呢啲咁样嘅问题呢，通常个医生呢系要好彻底要了解嘅嗰个小朋友嗰个问题啦。咁通常嘅时间呢，系第一次呢，我哋通常呢系会用60分钟到个半钟头去攞嗰个资料嘅。咁当然呢，好视乎呢，一小蚊仔呢好多时候呢个医生呢就要好依赖嗰个父母或者照顾呢个小朋友嗰啲人呢係讲出嚟嗰个小朋友嗰个问题啦。咁始终有时候呢，你喺嗰个诊所里面啦，小蚊仔可能呢即时呢係冇表达到佢嗰个严重性去到边一度嘅。咁所以呢就係需要一个好长嘅时间呢係去了解嗰个病人啦，嗰个情况啦，咁跟住呢就去从而呢係去搵一个适当嘅疗剂，一个啱用嘅疗剂嘅。咁好啦，咁如果喺呢度做得好嘅时候呢，咁你嗰、那个即係你个成果係非常之有价值啦，係咪？如果你个小蚊仔係有啲嗱，如果你有呢啲咁嘅小朋友，你自己諗下啦，你会点样呢，即係你点样处理呢，即係好似我个仔最近呢，佢都即係我都送咗佢英国读书啦，咁佢一年啦，咁返嚟呢，咁佢原来讲返佢自己嘅同学里面呢，佢同房呢都有呢啲小蚊仔有问题嘅小蚊仔，亦都系咁佢小蚊仔即係好明显呢，系情绪上呢，读书上呢，系科科肥佬嘅，一加一都唔掂嘅，咁即係呢啲系讲系中学生嚟嘅。咁好彩啦，即係喺外国啦，佢嗰间叫做 Quaker 嗰间学校 ,Quaker School 呢，有时呢叫有教无类嘅。咁香港亦都有啲学校呢真係咁样嘅。佢唔係淨係专收嗰啲精英学生啊，读书读得叻啊，或者屋企呢肯搵补习先生帮你坐啊嗰啲咁。咁亦都有啲学校呢，尤其香港有好多国际学校啦，或者英基学校啦，都会你会发现呢啲小朋友，因为呢啲小朋友实在系好多。系咪？咁如果你话唔收佢嘅时候咧，基本上咧就好唔掂啦。啲细蚊仔系基本上咧系冇机会咧系接受任何嘅教育噶咁。咁所以我仔咧，竟然之间咧，佢个 roommate 咧系彻底系有问题嘅，即系一加一都唔掂嘅。咁好多情绪方面啦，咁我都同我仔讲啦，我话其实咧佢嗰个问题咧系我叫做 paranoia， 即系一种狂妄，即系一种paranoia 嘅问题嚟嘅。咁我亦都諗到个疗剂，大概呢个疗剂俾佢。咁我仔又真係好好嘅，佢个 EQ 真係高到离谱嘅。佢话爹哋呀，你唔应该呢就话佢有病嘅，係咪？即係佢始终一个好普通嘅细路仔啫，係咪？即係佢一个好正常嘅，咁即係猛咁同佢辩护嘅。咁但始终呢，遇到一个小朋友系咁嘅情况，科科肥佬嘅，作为一个家长呢，我觉得呢系最容易最合乎经济嘅效益嘅方法呢，就医好佢啦。咁点样医好佢呢？呢本书嘅作者同你讲啦，如果你用同类疗法揾到一个真正有经验嘅，即係我都即係唔係容易揾㗎啦，即係就算有啲喺美国呢，好多时候呢佢要穿州越岭呢飞去一个城市去揾到一个好嘅医生都係值得嘅话，咁呢你去做呢，咁你一年之内呢你有 70% 有成功嘅机会嘅，咁当然呢如果係时间耐啲呢係更加多嘅。在我们的过去经验都是这样，就是我们的在香港我们都遇过很多这里的小朋友，但是很可惜，就是很多人呢都是就是没什么耐性的，就是要求呢就快速要即刻见效，虽然他明知道呢在其他医疗里面或者用其他的治疗又好，他根本的进展是很少很皮毛的，是不是？那为什么呢不好好地呢是做得好一点呢？那当然呢在那个同类疗法呢，因为个时间长啦，咁所以佢个医疗费用呢一般上呢都係比较一般嘅，即係十分钟二分五分钟嗰啲医生会贵嘅。咁根据呢本书喺美国啦，我谂可能讲佢自己嘅即係一般嘅同类疗法嘅医生嘅诊金啦，视乎个经验。咁通常呢一般嚟讲呢，第一次呢大概係用200蚊美金到400蚊美金，第一次。咁佢可能会用你一个钟头、个半钟头甚至两个钟头嘅。咁跟住复诊嘅通常呢就大概75蚊到100蚊美金嘅啫。咁可能佢亦都可能都要用半个钟头啊咁嘅时间嘅。咁呢个就係一个即係一般嘅收费啦。咁但係你自己试諗下啦，我最近有个病人，咁当然啦佢亦都系发现呢就有癌症咁样。咁佢话呢佢每一个月嘅嗰啲针靶治疗个药费呢都要3万蚊。
咁亦都可以咁讲俾你听，系根本就医唔到嘅。大家我同大家都好多次都分享过啦。咁你用呢啲咁嘅方法，第一你唔会，你即系你唔好谂住你医得好啦。咁但你所用嘅费用系几昂贵吓，即系如果一个小朋友。经常我亦都听过系有啲小朋友咧，去为咗呢啲嘅行为问题、学习问题咧，系每个月咧系即系请嗰啲唔同嘅学习嘅课程啊、补习啊咁，成几万蚊都有嘅。咁点解你唔将个细蚊仔医翻好佢咧？系咪等佢自己有自学嘅能力？细蚊仔应该系天生系应该好奇噶嘛，佢会学习系好中意噶嘛。当佢有呢个问题出现嘅时候，即系我读学习唔系话成日读死书嗰种学习啦，有好多人咧对好多方面咧有佢另外一种嘅兴趣，有另外天分咧。咁但最紧要咧个关键咧系即系回复嗰个小朋友嘅健康，唔单止身体上嘅健康，同埋咧系精神情绪上嘅健康咧。咁呢个咧系最有效嘅方法咧，系嚟到处理佢哋嗰个问题嘅。咁呢本书咧，喺我哋嘅健康店咧。暂时仲有啲 copy 吓，即系如果喺出面买唔到啦，我谂香港买到呢本书嘅机会都好少噶啦。咁我哋个健康店咧，其实都有呢本，仲有应该仲有 copy 嘅喺中环都好啦，或者嗰、那个铜锣湾啦。咁再讲书名就系、是Rage Free Kids Homeopathic Medicine for Defiant Aggressive and Violent Children 吓。咁大家有兴趣咧可以参考呢本书。咁亦都佢入边有啲问题啦。咁佢啲有佢问啊，佢有啲人问咧，即系我可唔可以睇到呢本书咧？睇到啲个案咧，系自己去自己医嘅自己细蚊仔咧？佢个答案就话咧，一般情况之下咧，如果你嗰啲问题系一种系我叫做 first aid 啊，急救性啊，或者系啲即系一般嘅唔系太严重嘅问题咧，我哋都系好欢迎咧，亦都鼓励啲我哋嗰啲家长咧，系自己去做嘅吓，自己去学去做嘅，但系咧。遇到呢啲咁样嘅问题咧，就唔系一般家长能够掌握得到嘅。咁虽然你可以买本书啊，佢亦都书里边亦都好多个案，亦都讲紧某种疗剂咧系点样去处理某一种嘅嗰个行为上嘅问题啦。咁但系咧，咁真真正正要做咧，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嘅。咁嗱，咁我有另外一个医学杂志咧都有讲啦，讲一个个案啦，一个细蚊仔13岁嘅细蚊仔，经常咧就敏感到死嘅，有啲咩事咧就系即系。对抗性嘅，成日发敏感嘅，有乜事就话佢妈妈啦，咩都系妈妈唔好，乜咩都妈妈唔好嘅，咁就咁好啦。咁仲佢有一个好特别嘅症状咧，呢、这个细蚊仔咧就系好鬼死妒忌心好重嘅。咁如果佢嗰个家姐咧系有啲咩嘅成，即系有啲咩得奖嘅成就咧，咁大家想去庆祝嘅时候咧，佢永远咧就会做啲嘢咧系破坏你嘅气氛啊，会即系同你捣蛋嘅。咁结果佢个疗剂系咩咧？就是那个南美蛇毒。南美蛇毒呢、我同大家都听过一下啦。咁南美蛇毒呢个人呢个性格上呢是有多啲系啲叫做即系好敏感嘅。即系同埋啲系妒忌心呢系好重嘅，好 jealous 嘅，同埋好报复心好重嘅。咁当然啦，喺呢本书里面呢亦讲到即系大概都提及到过十种嘅唔同嘅疗剂。咁但当然啦，要整体去了解，整体去配合。就唔係話咧，係淨係一個病名咁就可以俾個療劑啦。同個療法咧就唔係咁醫病，係醫嗰個人嘅整體性嘅。咁係值得大家遇到呢個問題咧，真真正正咧，我即係我都希望大家咧係可以及早可以解決到呢、這個嘅小朋友嗰啲情緒上啊、行為上嘅問題啦。咁同個療法咧係我嘅過去咁多年經驗咧係最有機會幫得到佢哋嘅。好啦，咁今集可以分享嘅资讯就相当多啦。其实我哋都分享唔晒啊，不过可惜节目时间又到啦。咁袁医生就会即係稍后将呢本书嗰啲资料铺上网啦。咁我哋会个书名啦，我俾个封面仔上面啦，资料就冇办法铺上网㗎啦。係因为人哋有人哋嘅版权啦，成都成几百页。我演绎得唔好，我係想讲个封面资料。即係呢佢会俾书名等你都知道啦，咁有机会呢你自己去购买呢本书。OK。係啦，咁另外如果各位听众呢其实有咩急切需要解决嘅健康问题呢，或者一啲即係比较复杂啊，好耐都处理唔到嘅问题呢，需要袁医生帮助嘅话呢，其实可以直接打电话去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到预约时间嘅，咁诊所嘅电话号码系25773798。咁好啦，今集嘅时间就够啦，咁下次再同大家倾过啦。Okay, 拜拜。拜拜。大康
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